还没消息。哥，马找到了，快跟我走吧。在哪儿啊？在阿姨家呀。我们去，走。走。站住！文慧，我先去把我妈接回来。有什么好接的？既然知道他已经找回来了，你就该去上班。再说今天上午省里的教授团会来医院指导和交流，你这个副院长怎么能不在啊？嫂子，我妈昨天晚上动了一夜，现在病得很严重，我们叫她去看医生，她怕给哥丢脸，我们叫她回家，她说还没有到12点，你现在还不整个去看她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像你说的那样，他是个疯子，去哪儿都不合适，最合适的地方就是精神医院。哦，我已经联系好精神病院的医生了，我会打电话给他，叫他们今天下午就来接人。文慧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我跟你商量过很多次了，可你每次都不吭声，我当然自己安排了。你这个女人怎么就这么狠毒，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。好，阿姨不用你们管，我们自己会照顾，就算真的要送走，也用不着你们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凭什么管？那是我们的妈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哦，你们会照顾她，然后到处跟人说我和家旺不孝顺，不要她老人家，是不是？你才狠毒呢，一心就想害我们家旺。阿哥，你别跟这种女人说话。哥，你到底跟不跟我回去？我不去。家旺，你当上副院长到现在什么成绩都没做出来，我好不容易让我爸从省里组织一个教授团过来，你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啊。嘉欣，我待会儿会派医生过去，我今天上午真的没有时间。你干什么？嘉欣，我打你这个无情无义、只知道怕老婆的混蛋！你这个死丫头，你哥你也敢打？没有你哥，你吃什么喝什么？我才不会靠他活呢！不会像你，只知道巴结这个狠毒的女人。你说什么？我打死你这个没大没小的丫头！我可够了！快走啊！你快走啊！贾旺。嘉欣，跟这种没良心的人说什么都没用，我们赶快去找医生吧，走。不要再回来了，滚蛋。行了。医生啊，他怎么样了？普通的感冒发烧，打一针就行了。怎么还不醒啊？就快醒了吧，没大碍的，您放心，没事。玉慧啊，送送医生。好，哎，听听。谢谢啊。对对，快送送。好啊，这边。慢走啊，一路小心。你醒醒啊！谢谢你了，医生啊。来，不客气。谢谢啊。弟啊，对不起，你看家里发生这种事儿，我可能不能陪你去玩了。难道我陪你回来，是为了让你陪我玩的吗？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可是家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我真的觉得我配不上你。别说了，你是在嫌弃我家有钱吗？不，你知道不是的。既然不是，就别说了。这些都是我愿意的，我愿意。
赵团长走了，我去看看我妈吧。啊，不准去。你别生气了，嘉欣还小嘛，不懂事。大学毕业了还不懂事？我看他不但懂事，而且还懂事得很。没大没小的，他居然连你都敢打。他只是一时冲动，一个耳光没关系的。他是妹妹，你是哥哥，你被他打耳光还说没关系？曹家旺，你怎么那么没用啊？他当着我的面打你的耳光，那就是没把我当大嫂。这口气我说什么也咽不下去。你也说了，她是我妹妹，我又能怎样呢？好，我知道了，在你心里曹家欣是你妹妹，那我呢？我田文慧只是个外人。文慧，我为了你已经跟家里人撕破脸了，现在又有人说我是不孝子，我不是为了你，为了谁呀？既然你说为了我，那你就不要去，你要去了一定会心软的。这样，等到下午我带精神病院的医生把妈接走。文慧，这件事情，这件事听我的。家旺，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，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。我们工作的时候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家里出事儿，嘉欣呢不会看我不顺眼，你后妈他们也不会有理由来经常找我们麻烦。你就听我一句，把他送走吧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以前家里边不管多么困难，都没有把妈送走过。这肯定是你后妈的阴谋啊！只要你妈在家，她就有理由不走。所以这么多年了，你们一直赶不走她。你是医生，病人就应该进医院，这个道理你总该懂吧？可是，别可是了啊！你在医院待着，这件事我来解决。不会啊。良心发现，还知道有婆婆了。对不起，你来接她，你婆婆还不一定愿意回去呢。没时间跟你废话，你找我妈干嘛？我接她住院。你这么狠毒的媳妇儿，会有那么好的心肠？哎，你们俩从哪儿来的？想干什么？我们是市精神病院的。啊，我说的呢，你有那么好的心肠，果然没让我说错吧？啊，文慧呀，你婆婆我们先照顾着，用不着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啊。你这女人真讨厌。你给我听清楚了，她是我婆婆，跟你没任何关系。以后我们家的事儿你少管，我们家的人用不着你照顾。你也给我听着，她是我妈，我不会让你带走的。你妈？你以后嫁人也是别人家的人了。你管得了吗？告诉你，你根本养不起你妈。什么废话，人在哪儿啊？哎，你干嘛？这个臭女人，敢在我们家嚣张，赶紧给我滚！别以为你流氓我就怕你，你要敢动我一根指头，我叫你吃不完兜着走。哎，我就流氓了，我你干嘛你？住手！文慧，进去。文慧，你这样做太过分了。怎么？上门了，真打算当这流氓的媳妇儿？婷婷，我真替你担心，怎么就看上这么一流氓啊？我还告诉你，以后我们曹家的事儿，你没资格管。滚！你给我滚！把我婆婆交出来！今天不管你说什么，谁都别想把我阿姨带走。家旺的所作所为，就算是一个跟我们一点不相干的人，妈，你们是畜生！
帮流氓，流氓恶棍！